属兔的朋友在本周一周呢，会有一些破财的一个机会，因此各方面的这个投资要必须要小心谨慎。属兔的朋友在本周一周呢，要预防一些这个所谓的口角争执，因此情绪控管非常的重要。属兔的朋友在本周一周呢，情绪中有些起伏，因此做事情要尽量谨慎小心哦。